比文男友躲到爆，蔡思贝又嗒洪永城。蔡思贝截夺得港姐亚军，出道以嚟就绯闻不断，即使已经登堂入室揽实笋盘男友排舞师麦秋成，依然大把仔围住，包括有崔健邦、沈振轩、罗中谦、郑俊宏、温家伟同埋周志敏。麦秋成就因为咁一怒之下肯飞个蔡思贝，当然最后冇事啦。大米以为麦秋成呢下振呼干就有用啊，皆因天生异性缘特别好兼主动进取嘅蔡思贝最近开新剧，又同对手洪永城传出绯闻。早两日就报道话佢哋两个单独约会去咗西贡度练跑，事后仲车埋洪永城走添。唉，蔡思贝虽然剧接剧，但系绯闻一样多，个底点洗都冇用啊！绯闻女王呢个名就系当之无愧咯。